我们两个的合作，那是比亲兄弟还要亲啊。那市民朋友就是要看到，市长跟立法委员有这样子程度的紧密合作。哦，我每个月都跑国会，一起开国会的协调会。他每个月都会在基隆开四楼的事务会议。各位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基隆过有过我们这么密切合作的这个政治合作团队。哦，所以这个他每天大街小巷，市长都在帮忙宣传反罢免。那他关心通勤族，代表我们市府，代表他自己国会办公室，这样子非常好啊。所以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就看得出来说，民进党的选情正在败退，所以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不断的出招，那也扭曲了所谓的罢免制度，说什么罢免我副市长可以补政啊，就是扶政，这些都是民进党所创造出来的一些策略。这两个策略目的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分化我们有史以来在基隆最合作无间的团队。